你们不是抽吗？这不就是安排吗？你们怎么还安排起来了？我就知道我是选 PP， 混入雪乖乖队，隐藏任务对杨颖说出我是选 PP 这句话，我可能活不过今日了。今天他们一定会验我的，我觉得无论怎么样，大家第一晚一定验的就是我，验的就是你，肯定的呀。我玩狼人杀就没有活过第二轮的，要么是被第一晚就给投出去了，要么就是第一晚就被。